此后，老爷子一直在等待着少林十三枪能够早日登上舞台。 在床上都躺了6年，躺到床上，他还是在一直的说功夫功夫，叫我要好好把功夫练好。他自己起不来了，他把这个希望都寄托给我身上，所以我不会让他失望。 然而，就在十三枪即将上演前夕，2015年7月，带着无限的遗憾，陈武进溘然长逝。陈占锋立誓，无论如何，他都要圆了父亲的愿望。 陈占锋的演出如期进行，在父亲的见证下，少林十三枪重现江湖，神兵成为一代代功夫人生命的延续。